鞭炮声响彻云霄，站在轿子上的邯郸爷用肉身接受鞭炮洗礼，民众捂着耳朵兴奋拿起手机拍照，就算有点害怕还是要靠近看个仔细。你会怕吗？不会怕。会不会怕？不会不会怕，就是体验一下。比你也较红哎，体验一下。台东炮炸邯郸爷活动已成了台湾元宵节重要的文化象征。今年庙方还举办体验营，邀请11个国家、30位外国交换生到场体验。学生们也认真听从说明事项，亲身体验炸邯郸文化。咬住口罩，就是喝，好咬，喝的，这样吸吐吸，有空气。啊，会动吗？很动，很动哦。台东元宵节除了炮战邯郸爷，还有67组宫庙阵头绕境活动。警方也派出500多名员警和义交指挥交通，也呼吁民众要依照警方指挥绕道通行，避免塞车。原视新闻记者台东市场报道。